天当地天，出发新的那一天，立定慈悲喜舍的信念，对自己再说一遍，把每天当第一天，回到最初的起点，许下自己大爱的心愿，在日常每一瞬间。社会是一个修行道场，生活是菩萨道的世界，只要方向正确，在着中能够学，学中能够觉，把每天当第一天，出发新的那一天，学习桑仁慈悲的智慧，成就菩提在人间。新的那一天，立定慈悲喜舍的信念，对自己再说一遍，把每天当第一天，回到最初的起点，下自己大爱的心愿，在日常每一瞬间。社会是一个修行道场，生活是菩萨道的世界，只要方向正确，着中能够学，学中能够觉，把每天当第一天，出发新的那一天，学习上人慈悲的智慧，成就菩提在人间。